现在球队想，我当然不想去美国了。在打完联赛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那这打的也太好了。吴桐，我们还给你买了小植物。你既然答应出来，我跟你磕，就坐你门口不走了。喂，我没有什么要做的。今天必须把他逼出来。吴桐，我告诉你。那你走了还会再回来吗？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？我为什么要回来？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我就是很讨厌你啊。你带上我，我也想见识。还有尹科也想去。喂，我可没捎给你钱啊。哎，好，我来帮你捎。你看吴桐，当时要不是我们的话，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比赛赢了嘛。还是没有别的礼物给你。对，我们还有别的礼物。他有别的礼物。是你自己做的？是啊，我自己做的。